呢盒手幾錢啊？我大概知道呢盒嘢幾錢。港紙40蚊。Mira 人氣黃姜圖2018年參加全民造星奪冠，贏得獎金100萬。同年11月3日加入 Mira。Mira 成员在一起就有笑了，我们找到条12指成军不够1个月的考古直播片，大家一起笑姜涛买的手信，几好笑的，看看啦。姜涛你想拍什么？我没有拍。你没有拍？拍什么？我想拍 33D 姜涛成熟沙姜涛。如果有美颜，如果你最想，即是现在有部戏你是男主角，那你最想哪个做女主角？女主角是你最想哪个做女主角？日本嘅女仔都中意，啱啱去日本就即刻日本嘅女仔。哇，系喎，喂，俾你哋食啊！哇，哇，睇下先，哇，姜姜，你想塞住我哋把口嘅？佢喺我特登，我准备咗，睇下先，准备咗好耐啦，好耐就等你。你用日文，边个做啊？我孤寒，你用日文，话咩都唔系特登买手信去买衫，你自己顺便买嘅咋？哦。我哋一二三一齐多谢姜涛，一二三，多谢姜涛，多谢老板，多谢姜涛，好啊，一三都记得买嘢俾我哋。姜涛咧，佢派手信咧，佢第一件就攞咗俾自己嘅，唔系啊，倾紧嚟，倾紧嚟，最抵啊呢个，哇！你话俾话俾 fans 听，呢盒手信几多钱啊？我大概知道呢盒嘢几钱，港纸40蚊。哇！多谢姜涛。咩啊？呢盒嘢70蚊啊？咁多啊？喂，咁大个袋射得？嗱，我见呢入边有啲咩咧？咁大入边有电话啦，跟住有姜涛嘅2件衫啦，跟住系得。嗱，唔好笑啊！其实姜涛唔系孤寒，只系节俭。佢曾经喺陈志云节目《Stephen King》透露，佢生于普通家庭，爸爸系上海菜厨师。虽然唔忧柴唔忧米，但细个就试过两父子一起食一碗公仔汤面。姜涛食面，爸爸饮汤，超悭家。到去年姜爸爸中风，姜涛就成为家中嘅经济支柱。他曾经在 IG 留言，爸，你以后也不用上班了，钱我来赚就好，以后你就好好休息，相当孝顺。姜涛还将100万大部分奖金给妈咪，他说，阿妈成日提醒我这行收入不稳定，升得快跌得快，万一没收入都可以靠这笔积蓄。所以姜涛平时都是应使得使，参加全民造星都是因为不用报名费。平日工作坐花姐架车，仲有网民见过佢搭港铁添，超贴地啊！最近佢话希望30岁前储到钱买楼，一层住，一层收租，然后29岁退休，之后又改口话希望25岁就退休。有全姜逃出活动，叫价50万一场，喺社交平台出一个贴文都要20万，要25岁退休唔难喎。